常在观众朋友，湿透了，我这个湿透了。但是我们还是有这个冲劲的精神，我们来到朝六局这边。好，他们神尊已经进车子里面躲雨了，几乎不可能，不可能会有日出。好。早上天气恢复了，今天礼拜六，妹子们都出来了，开心，走吧，看妹子。哦，牙公绿岛玩起来啊！哎，大家吃饭快点了没？你有吃饱无？有啦。哇！哎呀，去哪去哪？现在妈祖娘娘们他们停驾在观音洞这边来休息。观音洞这个我们去年来过，它白天是观音洞，是拜观音的，晚上是非常适合探险的地方，晚上很刺激。妈祖的午餐，哦，入境水俗了，有吃那个海菜海草的那个甜品。国小啊，这一团真的少见，也真的难得一见，还被出来劳师动众，好多人，幸运龙傲宫三十六观众，有没有？难得一见，好，谢谢谢谢。主帅来了，绿岛天后宫，我们绿岛的乡亲炮站起来也是非常的轰轰烈烈的。各位，法务部矫正署绿岛监狱，很酷的地方是绿岛监狱有才案的，这是绿岛监狱案的，要来恭迎新港。绿岛监狱的案的，我们现在人生第一次踏入监狱，哦，你去抓就可以，哦，刑安，绿岛监狱，平常是进不来的啦，哦，平常真的进不来，也没有人想进来。来到监狱才是。
们我们洪雅公要在绿岛前面这条路吃炮，然后一路吃到这个监狱那里。冰龙也卡也不到。绿岛监狱吃炮纪念 ，Go Go。转角，我们已经有一群乡民在那边等候了，应该是被扔酒咖的。你到干巴吃老累鬼？捌，无遐老累，无遐老累啊，捌老捌温蒸过啦。捌来到这，那捌发老累。捌吃侪安尼哦，好好好好好，赞赞赞，赞赞赞。美女呀，美女，嘿，过来，过继续搬路搬路，嘿，路搬路大。干嘛？干嘛？先干嘛？扔酒咖。此刻无论是他们绿岛在地的乡亲还是我们外面来的观光客，我刚刚看到好几组观光客看到门要认酒咖，他马上机车停在路边说，哎，赶快认酒咖，认酒咖，快点快点，然后就马上认酒咖，机会难得啦，哦，尤其是在绿岛这边遇到这个新干妈来到这边，哦，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。
夜间模式啊，绿岛的夜间模式。进入全绿岛最热闹的一条大街了，到这边我们册封它为绿岛的一级战区，好不好？绿岛的一级战区。Thank you.
上会当无无无先落去身体，会当过来个客。弟兄姊妹，我来咱来个接驾，阿咱一来守护大王爷，守护娘爷，守护三王爷，阿咱众义大师，阿即马来到咱天主教，咱来个接驾欢迎。进入。王医师，啊，准备变那个一把中枪，啊，中枪，啊，那个指标，知道？为着咱千里眼将军，那个参拜非常的感谢。好，四神官，原来红神官，来到代驾，吼，来这里代驾，拜托。